妇科肿瘤的早期症状，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何秉杰，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任医师。这妇科肿瘤啊，你这个题目很大，它这个分不同的部位，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。比方说妇科的外阴的肿瘤，还有阴道的肿瘤、宫颈的肿瘤、子宫的肿瘤、卵巢的肿瘤，所以它各个部位的肿瘤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。比方说外阴肿瘤，就外阴有个囊肿，他自己就觉得有一个囊肿，有点肿胀或者分泌物多，这样他来看医生。像宫颈的肿瘤，他也是分泌物多不舒服或者有不规则出血，他来看。子宫的肿瘤，他也是就引起月经不规则出血，他来看。卵巢的肿瘤，摸到肚子有包块，所以他各个部位的肿瘤它不一样，它的位置不一样，它的早期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。